现在人都觉得胖很丑，但是我不觉得啊，胖也有漂亮的。你们要看的是他的特色跟他的才能好不好。你看像我那么胖，然后我又可以跳舞，跳了那么久的舞也不太会累，不太会喘，那这个胖有爱到我吗？好像也不太会有。那为什么你们不能看在我比较好的地方，偏要看我变瘦呢？你就说你瘦下来一定很漂亮，我就说现在就很漂亮，我超美，我超正，好吗？我看很久了，很喜欢这种款式，看到喜欢的衣服是很开心，但是穿不下就是一种可惜。我每次都跟镜子讲说，哇塞，我今天用得太正了吧，天，很多人都说，哦，你好自恋哦。但是我觉得说，你每天跟着镜子一直说你很漂亮，你就真的会变得很漂亮。你不先喜欢自己，那别人喜欢你干嘛？我以前很讨厌我自己，很讨厌。吃胖了，感觉穿什么都不好看，就不符合大家的审美。而我什么长成这样很丑，感觉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。废，你先发现呆耶。我以前是过动症，用药物治疗，治疗到国一，努力尝试让自己克制自己，然后不去吃药。因为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很想要交朋友，一直很想要做社交。但是我吃那个药，感觉好像有很大的金钟罩把自己关在里面那种感觉。就不喜欢去认识其他人，就变得很安静。停掉药之后，我有尝试着去跟国中同学融入，但是他们好像还是不能接受。同学就算排挤吧，就比如说，哦，你很胖耶，你不要过来哦，肥婆那些什么之类的。班上不是都会有群组吗？然后他们把我从群组里面踢出，他们在里面说我的坏话，大家觉得我很吵。我做错事情，他们直接全部人一起骂，就压力很大，就只能回家偷偷躲着哭。那段期间我真的很不想去上课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宣泄。只能靠吃去发泄吧，就是转移注意力，一直吃，边哭边吃啊，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每次都，就是为什么就是我跟你们想法不一样啊，为什么你们也不听我的想法？胖了20公斤，觉得说，哦，我真的是一个很失败的人。然后那段期间我就真的很想死，我自己有尝试撞墙过，撞了很多次。我有带他去找那个心理医生，学校也帮助他，辅导老师帮助他，他会讲了很多很记事愤俗的话，甚至他说他不想活，他是多余的，他开始怀疑他自己的人生，我来这个世界没有意义。他只要在外面受伤回来， 我就会就是陪伴他，倾听他。我就说，宝宝，你知道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是谁啊？他每次都问我说，你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是谁？我就说阿嬷。对呀，重点是他也爱阿嬷，所以他不愿意做了让阿嬷难过伤心的事情。我就觉得还蛮有用的，因为他知道阿嬷很爱他。就说如果说 连家人都不能够接受他，或是说包容他，体谅他，那这个孩子绝对是毁了。尤其是家人，我觉得因为他们，我现在才会改变我自己想法。就渐渐的，我会觉得说，世界上没有失败人，只有不努力的人。真的，你不去努力改变这件事情，你就永远只会失败。我到高中，然后我就反省了这一点，我还拟定了什么生存法则。就第一个是不能讲错话，第二个事情就是不管在多脆弱，再想哭，用笑容就是一定要笑，就是不能让自己情绪去用到班级上面。再第三个生存法则就是温柔一点，让大家觉得我很好亲近，不要板着脸，这样他们就不会讨厌我。我这是我觉得啦。
有的时候自己也会觉得自己很累，像我心抑郁啊。到之后接触戏剧，我就知道哦，原来我有用支出在这里。大家也知道我演戏很好，然后也喜欢就是跟我当朋友，所以我就想说把身份法则丢掉，然后我就开始做自己啊。我发现他们竟然也不会排斥，然后我就很开心。现在还是会有点就是隐隐约约过动症，会蠢蠢欲动这样，但是自己去试着去控制它，变成我自己的东西。魔镜啊魔镜，快说，谁是世界上最最最最最最美丽的女人？现在高中不再像国中那样子，然后胖也变成我的特色，大家也很喜欢胖胖的我，所以我现在活得超自信的。然后我就决定了，我要这样当上女演员，让大家看到我，看到一个胖子也可以当主角，不要躲在后面觉得自己胖很卑微，不要卑微，卑微什么，出来就对了。真的，我很喜欢的，喜欢我在舞台上面发光发热的自己，是我最美的样子。